I've tried playing it cool, but when I'm looking at you, I can't ever be brave, 'cause you make my heart race. Shot me out of the sky, you're my kryptonite, and you keep making me weak. Yeah, frozen and can't breathe. Something's gotta give now, 'cause I'm dying just to make you see that I need you here with me now, 'cause you've got that one thing. 有些紧张，为什么呢？虽然其实我是比较有心理准备这一段时间，但是还是很多话，其实很多话想说，但是我不知道在这么短时间要跟他说什么，然后我不知道他看到那段做好的 video 然后会跟他说什么话了？大概已经想好了。我希望临场的时候不要忘词或者太紧张，忘记讲。Like it was made for me, but bear this in mind, it was meant to be, and I'm joining up the dots with the freckles on your cheeks, and it all makes sense to me. 什么时候开始对你特别有感觉的？想起来在应该是我们毕业然后我要去奥地利前一天那个晚上，我们在圣梅尔门口大概草坪上看着星空，那应该最后一天。我当时觉得因为我如果去奥地利就短时间内再见不到你还有所有的朋友，那时候所有以前的回忆，我们一起旅行的记忆，就像幻灯片在脑海里浮现。但是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如果这一次错过了你，我觉得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然后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所以那时候有个声音告诉我说，应该去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之后就一直跟你联系。你看家里这一直你很喜欢鲜花，一直有摆，但这一周一直没有，我一直没有去买。现在你可以把它拿回家。省钱是吗？我第一次买这么多玫瑰花。哇，这么多是多少了？哎呦，我热了，受不了了。丫头，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然后你愿意嫁给我，在未来人生中陪着我一起，不论贫穷、疾病、健康，两个人一起面对所有困难，一起走下去，可以吗？你快起来啊！你还没答应我。人家都嫁给你。愿意吗？爽不？等你不要哭，你哭我都有。哎呦，没事，我不会在旁边笑。没想到这么复杂。其实一开始我有很多 idea， 但是很多都被他猜到了，然后我都没有做。
那我之前跟他讲的想法是，其实我跟他讲我已经放弃跟他求婚这个环节，直接家长见面，然后我们就直接结婚这样。所以他其实也没有想太多，没有心理准备。我被他害哭了，本来是不会哭。没有复杂啊，这对啊，好尴尬哦。好了，我想在未来日子里面，我们不论所有的，像我刚才说的，不论所有的困难，我们会一起去面对，一起去克服。然后希望两个人的爱情，今天只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更好的一个开始，以后会越来越好。然后因为我也希望他能，我们会互相孝顺双方父母，然后不论事业然后生活家庭都会比较顺利，做得比较好。嗯，就你跟我说什么？没有，是因为我怕被你说了。应该差不多这么多吧。好的。送给你的，看吧。Thank you. Thank you all. 谢谢，谢谢，谢谢。